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做伙归三宝啊，下礼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精伽诸众中尊。啊，下礼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精伽诸众中尊。啊，下礼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精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451第三行，看起云腿七天眼通关，七是第七关啊，48关里面的第七，这关呢，啊，联络回集，确实真精干，就四字呢，该灵动时，下面联络可能注解。东西呢？东家清雅，通雅，伊看啊真清，伊通达无障碍。哎，天眼通，古名天眼地通，古见通是靠什么？根据什么？完全是智慧啊！啊，这是自性本来有的不坐智慧。在眼就是啊天眼，在逆呢就是天逆。天逆灵门叫做天逆通，下面的讲到。有名生死地通，要到来对轮回，死生不是讲死了后就无了，死了后一个再生，生了后一个死了，死生会使讲是啊无完无了，苦不堪言呐、啊。下面甲咱讲咯，天眼，天处之眼，啊，这个处嘛是讲天道，五处或者是六处，甲五道六道的意思是同款的。天灵的天眼。能见初世万君一切之色，眼的功能是见色，伊的功能呢比咱较大。你看，也看到初现呢，世是世迷的，
那他林道的目睭非常有限，初时距离远了都看不清楚，咱来用望远镜来观察，水迷嘛是看不清楚，要用显微镜来帮助。天人无需要功夫，无论粗的、幼的、远的、近的，伊拢总看会清楚啊。也唔但看会清楚，而且佫看会到众生啊未来生死之相，会当啊看到啊你的未来，当然也会去看到这过去。但《地图论》第五卷讲，天眼所见诸地及下地，诸地。如果伊是欲盖天，欲盖天都是主地；欲盖天以下的叫做下地。啊，中国人民间拢拜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你佛教内面属于都是赞天呢？佛讲啊。第五二十八站，玉皇大帝的第二站，第一站四王天，四王天顶面就是多利天，多利天呢，中国人改号做是玉皇大帝，伊属于欲界，所谓欲界呢，就是七情五欲无断啊。比咱人间会较淡一点，无咱遮尔啊执着，较淡一点啊。欲界有六层天，一层比一层较浅。向上去有夜摩天，第三层、第四层道士天，弥勒菩萨住伫道士天，道士是梵语。凡是中国的意思呢，叫地脚。伊啊，伫迄地呢，等待啊，世界因缘到了，伊就到咱这个地球上来实现八相成道成佛，亲像释迦牟尼佛迄款呢。那什么时候来？你现在的道士天，道士天寿命终了的时阵，伊就落来了。道士天的寿命真长啊，有时差。道士呢，一天是咱人间四百年啊，一年嘛算三百六十天，寿命四千岁。是道士天的四千岁，所以那下咱这地球上来算呢，这个数量啊是大个真惊人，大概都是五十六亿啊七千万年。弥勒菩萨来到这世间来实现成佛，啊，有人伫咧讲啊，现在。弥勒已经来了，这个是无确实的。啊，世尊伫这个弥勒上神经啊，下神经讲加真清楚。他回了同学，啊，依教不依人啊。世尊荷兰的书依法。分别多咯，离开难咯。佛地的时阵，以佛为师；佛无地的咯，以啥为师呢？佛甲人讲，
理解为师啊，佮甲咱讲是依法。啊，是依法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佛所说的经论，绝对也是可靠的。啊，依照经论修行，佮依佛在世，拢嘛共款。啊，人世间的凡夫，总是有怀疑。释迦牟尼佛留落在经典，凡是中国文有可靠无？啊，我伫年轻的时阵，这是真重的一个疑问啊。未当解决呢，咱对经典总是存疑。为什么？真明显的呢，古文啊，中国古人的文章，真像古文。内面随便选一篇文章，给伊啊翻作白话文，十个人翻就十个模样，绝对找无两个人是同款的。古文观止，大家拢定咧念的，内面只有300多篇，古代的推论精算的。文章的代表，佛经呢是梵文，传来中国啦。在中国有无同的这个译本，像《无量寿经》，伊也有12种的译本，每一本都无同。这咁可靠呢？金刚经大家读啊真熟，地嘛都真悬啦。啊，这部经有6种译本，全拢传落来了。现在伫大藏经内面，诸位当去看，无同款啦。啊，无完全同款。叫大同小异啊！啊，如何会互咱相信呢？这是大问题啊！啊，所以大乘教人佛说：佛法无人说，随地无人解啊！一定都要有人来讲，什么人讲？讲的人，解的人，拢在开悟。啊，佛法不是对咱思维的当中流露出来，是安尼生啊。凡夫言语文章。拢是对意识内面流出来，啊，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阿赖耶识的精智，阿赖耶识是记忆，对才流出来呀、啊。这是妄心，不是真心。那佛法呢？佛法。无对这所在流出来，而是对诸性流出来。这点咱来知影，诸性就是真心，真如本性啊！啊，真如本性，反性同体呀、啊。
伊呀是真的，伊呀不生不灭。那意识念头啊，是有生灭，经念灭啦，后念生，念念不住，一听未调呀。那心未心，流出的物件，拢嘛是假，拢唔是真的。也一定爱对真心流露。古早时阵。讲究啊，现在无咯。古早时阵易经参加易经的人员真多，易经院的规模也真大，也有组织。主一个这个人。一定都爱代替大我明心见性，为什么未去犯错啊？也伊所讲的，甲佛所讲的，拢无抵触啊！所以一定爱代替大我明心见性。古早时阵讲经住所的标准。就是要看我，无看我人，未用你讲经，未用你住所，这个要求啊，真严格啊！一直到晚清初年，啊，在个技术参加易经，个经做注解，嘛是拢爱看我的啊。啊，这个开悟，嘛是个人留落来学习重要的理念。所谓一门深入，当时分修得定啊。读书千遍，记忆逐渐，逐渐都是开悟。高龄的教学生真正有天才，有智慧。这个学生老师看重啊，老师教伊教伊什么呢？教伊啊，帮助伊开悟。所以教伊读书。用图像的方法修订，唔免改嘅意思，啊，如改连接，如改经典，都无意思啊！都是叫你读像，读像嘅目的伫倒位呢？甲你嘅梦想连无去，甲你嘅分别执着连无去。目的地即地啊，所以经有意思无意思啊，有意思的会有执着咯，有分别咯，有梦想咯，那就未开悟。啊，所以读书的目的，伊毋是求知识呀，伊也是求智慧呀，智慧对定中来。顶下都生灰，用读书的方法修订，和你每一天读这书读个真熟，无念错，无念漏去，用这方法。啊，时间久，老师无讲，一定要等你逐渐啦，积极逐渐，可能开悟了，顶久了开悟。悟了后，你甲你悟了的境界，甲老师报告，老师甲你印证，点头无错，你真开悟了。
啊，这个办法啦，释迦牟尼佛用佛法啦，传到中国来了后，儒家接受了，道家嘛接受了，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拢嘛讲究，哎，遵循这个理念嘛，都、就是啊，一门亲力。正是分修，啊，搁写伫三字经顶面，高枝都归一转啦、啊。啊，法门平等，不由高下。你家己学到一项物件，拢嘛会用哩，但是都爱专一，唔通杂乱。啊，海贤老和尚定咧讲，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也个特别强调，真正无难事。伊老大人过来人啊，伊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专一啦。伊有开悟无？伊开悟咯。啊，你看伊平常甲人咧讲话，你细心去体会，伊是开悟的人啊。你不是普通人啊！净土宗的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离以一心不乱。伊老大人讲得真好，念佛无念到一心不乱，迄拢无算咧念佛啦。你看伊家伊念佛的标准，定伫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有属于心，有离心。属于心呢，清净心恢复了。咱这经题顶面，清净平等觉，清净心呐现前，都是阿罗汉；平等心现前，都是菩萨；觉现前。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经题顶面这五字，是你证着佛法，等于讲现在是提到学位咯。第一个学位是清净心，清净心现前，心修智慧。啊，平等心现前生大智慧，平等心是菩萨了。佛陀、菩萨、阿罗汉，拢是佛教学位的名称啊。人人拢会当摕到，华严经上讲得真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你当然会当体到咯。也佫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佮佛平等。一切众生，这是甚物呢？你的真心，你有真心。啊，妄心不是真心，妄心是没了啊，真心就叫做妄心。真心妄心是一体啊，这个是觉，这个是没啊。是觉呢，那个叫真；是没呢，那个叫做妄。啊，你娘娘啊，佛陀在咧教人。大众生只是假意，破梦现真啊，破迷开悟啊，如是利益啊，我了个一切诸佛如来拢是同款，智慧同款。
你灵感款，上好嘛是感款呢。啊，无丝毫的差别。啊，无开悟以前有差别，开悟了后就无差别咯。你回归到自性，自性是平等的。那六种的神通，咱今仔日读的这第一类天眼，六种神通，佛讲是咱的本领啊，每一人拢有。那六道凡夫为什么失去呢？那就是没了自性啊，没了自性，你要修行。可以修来，修来是可以得到的，天灵可以得到，但是也无完满啦。那生活才真正达到完满，啊，你的性德完满现前，啊，真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灵啊。佛法跟人讲的啊，真平等啊。啊，不是佛在这里诱惑人，本来就是啊。啊，咱看念落的注解，我后来对，例如天灵，这天道为主的。啊，天灵的天眼，这主地，修罗、人、精神、鬼、地狱，这五道叫做下地。哎呀，这条天眼，这下面这五道，你看真清楚。也好，地主，好家人，心盖。行正，你才得到高位啊！啊，无得到高位，无算啊！啊，咱讲佛地主，名利地主啊，那无正着啊，正着才叫入门地主。咱伫门外，无伫门内啊！那门内呢？伊华严经讲啊，有五十一个等级啊，这五十一个拢叫菩萨，伊是大乘啊，分作。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十信，第二个十住，第三个十行，第四个十回向，第五个十地，完全靠静来分呢。啊，你也当去提到第一个。就是十信位的初信位，那用比如来讲，十信那像小学一年级到十年级，十住呢那像是中学、初中，那十行那像是高中，十回向那像是大学，十地就那像是研究所，那你讲较好讲。你读伊的这个小学的一年级，小学一年级有两种神通现前，天眼通、天理通，你就得到了。天眼通呢，那就领导，领导定位是天道。啊，咱通的能力，
知影主的人都无障碍，以下修罗精神贵和贵地狱，你拢总拢会看到。欲盖天呢，咱看会到，看你的功力，功力若好呢，欲盖六层天拢看到，功力差一点啊，大概咱看到四王天、斗离天，那错过呢，都有这能力啊。啊，这是十信的初信位、离信位，又搁加两个咯。有他心通，有宿命通。宿命通是知影个家己的过去，啊，过去一世、两世、三世、五世，阿罗汉会知影家己过去的五百世啊。啊、阿罗汉的地位跟菩萨来比呢，是七信位的菩萨，十信里面的第七信，伊的断证跟阿罗汉平等啊。那这后面就会知影咯，如向上提升，能量愈大。修行提升到三句，啊，都有心足通咯。啊，心足通对分心的变化，孙悟空七十二变，甲阿罗汉，甲这个三句罗汉啊，三句叫做。阿那含跟因来比，那就输真多咯。三个罗汉唔止七十二变，继续做咯。啊，所以佛法讲究的心界行净，啊，有行。无净，这个无高位啊！啊，有行一定要有净啊，净都要老师啊，给你印证。那现在，咱身体无法时期，身体这乱世。那咱相信有高人啊，高人住伫深山内，住伫岩洞内面，无缘分人都未着，拄着有缘分的真修行人，也甲你啊作证。啊，所以咱有看到啊。东条六祖啊，慧能大师太硬了，一定要五祖给他印证。啊，给你印证的人都是老师啊，你都是伊的法主，传法的地主啊。啊，师徒啊，如辅助啊，那、啊、自古以来都无例外啊，无一个无师自通的，无人印证讲自通的，这个未用的啊。啊，你真正达到这个啊水平呢，就会感动诸佛菩萨。来给你印证啊。
咱刷落来看下面，中六道众生诸物，这是讲滴了天眼呢，又个天灵滴了天眼呢，六根六腕六粗六细，诸色目不能照啊，伊拢会看到，伊看真清楚啊。有天安通者回所法，回所是日本正宗的祖师啊，无量寿经的注解就是回所，令见六道众生诸处行彼苦乐顶上，及见一切众来众外，世出世间种种形式，没有障碍呀。啊，将来呢？比如咱伫这房间内底，这房间是内。啊，内面咱看会到，外面看袂到咯。啊，这条天安通的人，伊将来将我，伊拢会看到，伊会看到六道众生。那十心菩萨，然后讲会达到。自信我心，欲界内面，伊拢会看到。达到六心七心，伊的天眼，欲都啊，伊是转播，拢会看到啊，会看到世界。十八战天，无色界四战天，伊拢会看到啊！啊，七信位呢？端正功夫甲阿罗汉平等，这个时阵伊脱离六道轮回了，伊升到四性法界，就是心法界。最顶面的四层，那哪个家无名烦恼放下，那就成佛了。无名是什么？咱今天讲这个起心动念，啊，这个起心动念。一般人对伊啊，拢嘛无概念。啊，起心动念，真好了解。我就是最近这十几年，看到未少科学的报告，才有一点啊概念。啊，佛弟经上有说明，讲得上清楚、上明白。这尊阿弥勒菩萨的谈话，佛问弥勒，是没有所念，是讲凡夫，六道凡夫。心内起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内底有几念，有几相，有几色。啊，这几字是经文，心有所念，几念、几相、色呀。这句话内底问了三个代志，偌济念头成就一念呢？
啊，这一点给伊分析，有真米色念头，偌济米色念头，有鬼相，相是物质现象，色是精神现象，都、就是念头啊。那佛问三项代志，弥勒菩萨回答都、就是：拍手、拍手、弹指之庆。这个啊，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八千念，32亿啊，一拜称是10万。32亿升10万，320条，这个一弹指啊，一弹指有320条的性别，这念头的性别，那伊讲念念生形，天界有色啊，每一个念头拢有物质现象。啊，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拢嘛有受想行识，啊，都是有加工的公文。我看到这个，才真正有这个概念，有加工公文，原来都是关代志啊。那我们是什么？是精神物质现象最小的单位啊。这个也未当搁再分，搁再分就无咯。啊，所以啊，物质甲精神是一，唔是二啊。物质内底一定有精神，就是有受想行识。啊，受想行识一定有物质，伊是分未开的。啊，心经啊，东学，大家拢念甲真熟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上细这物质单位，五蕴皆空啊！安怎空呢？你掌握未到啊！那伊的速度是一秒钟，咱今仔讲秒做单位，一弹指。一秒会弹偌侪摆呢？有人甲我讲，会当啊弹七摆，那真正确实会当弹七摆。啊，320条，搁升七呢？一秒钟2240条啊！这一秒钟。啊，一秒钟，无论是啊精神现象，是物质现象，已经生灭2240条次了。啊，倒一个相是你呢？啊，这咱冷静去思维，所以啊，佛讲。凡所有相，皆是浮梦。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啊！啊，有相是假啊，不可得。这紧的频率下面，也生灭相。啊，不生不灭的本性，以来对无物质现象，啊，无。心理普通现象，麻木自然现象，所以讲真空不可得啊！妙有就是真空，虽然生起相分，慧能大师开悟的时阵，尾后一句话讲：好奇自性，人生万法，这是啊佛法啦。这宇宙对对来，有无讲神作啊？
无讲上帝做的啊，好甲人讲，对心上生啊，这是什么？十法界依正庄严，咱六道轮回十法界是对念头三生的。两千个五丢，包括诸佛刹土，那都是啊啊，灵台师所讲的诸性、灵性、万法。啊，诸性、灵性、万法是专体，不是局部。啊，来啊，变现的是局部呀，不是专体。啊，所以方言跟人讲，咱这个五丢是心现色变呐、啊。那心现是真呢，就是十不透；色变呢，个十不透变作红变透咯，动机透咯。那红变透都是十法界、四性法界，红变透、动机透都是六道啊。啊，佛家讲经过五道的缘起呢。跟今天的科学所发现的是同款的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技术那不断的发展，我相信二三十年了后没真久，现在科学家已经把物质现象是什么弄清楚了，是有点的秘密给传落，啊，物质是念头产生的，念头的真相是什么呢？现在还不弄清楚啊！啊，我相信一定会当发现呢。这佛的经上讲的，用第六意识，就是用咱的思想。用精密仪器来观察，那这组这仪器，现在啊，看到物质现象是假啊，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念头波动现象对倒位来的？我讲啊，这科学家啊，拢会发现呐、啊，但是看不到自性。啊，为什么？自性是真心，真心地念，无念头才会看到啊。科学家有念头，要有念头才会看到阿赖耶的三世相。佫较深呢，伊就无办法咯。佫较深袂当用仪器啊，用什么？用禅定。用深深的禅定都会看到，还是真的，甲佛完全共款咯。然后一句话讲，明心见性，伊看到咯，无见性的人看袂到啊。啊，天眼呢？天眼好啊，会看到六道众生的生死啊，人道死咯，修来未歹啊，来生又搁做人，搁来人道来投胎，也搁较殊胜咧，修甲真好，去天顶去咯，福报修真大，人间无这福报。去天顶去享天福，啊！如果修到禅定、四禅八定、四禅未修成功，伊升到色界天；四空定会当修成功，伊到四空天去了。一层比一层较悬啦，一层比一层殊胜啊！楞严经上讲，伊会当修成地高定。哎呀，都离开六道轮回，
然后六道轮回至到第八定，四禅八定啊，第九定就超过六道轮回啊。那佛法正道的啊，完全是用戒定慧啊，戒是手段，目的是啊得定，定也阁是手段，目的啊就是开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啦，佛的教育圆满了。佛教的什么呢？什么嘛无教？你所得的智慧、德能，上好拢嘛是自性内底本来就具足的，唔是对外面来。所以佛讲了一句话：心外无物啦，无物。啊，无界定，你所得来，那是科学技术。啊，所以科学理念技术啦、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的。啊，伊会甲阿赖耶境界上找到啊，就解决咯。转上业上咧，伊也未去找到。啊，咱希望讲伊二三十年当中去找到。噶，迄个时阵佛法唔是宗教咯，佛法是固定科学。伊所找到咧，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就讲清楚、讲明白咯。啊，那袂当讲无白学啊，爱知影，最重要爱知影。是咱的本性啊！啊，咱来相信咱的自性，甲佛的自性是一，唔是二啊！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啊，用什么方法成佛？最稳当、最快速，咱有这个条件啊！而这一生会当成就，那都是海贤老的想用的，一句佛号。只要你专一的修定啊，也对照到暗，24小时呀、啊、不中断，心内只有阿弥陀佛。如果阿弥陀佛以外，什么都拢无了。啊，无善恶，无念净，无是非，无人我，那一字连佛法也拢无了。金刚经上讲的啊，法相应下，何况非法啦？迄、那个法是佛法。那、啊、你心内有佛法，系咯？心内无物件，真心理念。无念头，起心动念是无明啊！啊，所以六根啊，伫六尘的顶面起作用，眼见色，你们先伫家里用功，用什么功？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这都是佛地佛见啊！起心动念，无分别执着，是菩萨。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无执着的，这是阿罗汉。也三个拢有的，都是六道凡夫啊。你见识闻声，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都是凡夫啊。佛法修行无别项的，放下就是咯。
啊，都在生活当中，无离开生活，无离开工作，无离开主事待人接物啦，还现做出上介好的榜样。你若详细看，你就看有了，该看明白了，你就有受用。真正无困难啦、啊！啊，法门用个真适当啊！慧能大师这用八个月，人生见性，见性成佛啦！啊！啊！迄个老和尚用偌久的时间开悟呢？啊，咱非常客观来去看呢，咱看伊碟片呀，听伊讲法呢。伊得到功夫成片，我想三年伊就得到了。伊理财出家，师父传伊一句佛号，甲伊讲一滴个念落去，啊，佮讲明白咯啊，唔通啦乱讲，袂用你讲诶，这明白是虾米？大彻大悟，啊！伊听好伊啊，伊认真咧做啊。三年无大彻大悟，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呢，一定会得到阿弥陀佛上信息何意，就是讲伊啊，看到佛了。佛一定甲伊讲，你的寿命还够偌久？等到你寿命到的时阵，佛会来接你往生。啊，这是念佛人啊往生，第一摆看到佛。啊，第二摆看到佛，是你寿命得要到了，佛甲你约定的时间。几个几日几点钟来接你？第三摆见面是佛来接应啊，时间到了，带你去叫世界去了。念佛人甲阿弥陀佛见面，一般是三摆，啊，这老和尚是唔止三摆啊，我看三十摆都唔止啊。那为什么呢？功夫成片有咯，有等到命中的时阵，要有真多遇到阿弥陀佛啦，念着唔放啊，机会太难得咯。用佛要求啊，我寿命无爱了，我即卖就对你来去啊，会用你袂？阿弥陀真慈悲啊，就带伊去咯。所以你甲看往生端去看净土圣贤咯，啊，足侪足侪人啊，拢嘛是三年往生呀，啊，敢讲伊寿命三年就到咯，无可能，无可能有遮侪人，两三个无定可能，哪有遮侪人呢？啊，这些人拢是聪明人，无爱咯，来去极乐世界去咯。啊！现讲老和尚，我相信伊嘛有要求，但是分唔出去。伊家己讲咯，要求真侪摆啊。为什么佛交代伊任务，叫伊伫这个世间几大几年啊，做一个榜样给别人看，给学佛的人看，
互念佛的人看。那学佛念佛，也都爱亲像这款，都丢了，这叫做标幻了。那一滴教义，看到这本书，了解佛法兴，我有精湛经，看到这本书，这是一表法圆满。所以啊，伊看到这本书的时阵，非常欢喜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要带伊来去咯。啊，这本书还没看到以前，佛都唔带伊去咯。这个意思啊，真深啊！啊，咱感恩佛陀慈悲啊，这个显公来表法，显公慈悲，帮助咱解决了困难。咱啊，这二十多年来所遇到的灾难啊，啊，真正多的人反对为一本，但你学习一本啊，真多人反对啊，反对人多，反对时间长，确实啊，有不少学习一本的人，都改换其他的经本咯，都唔学咯。啊，佛陀阿弥陀佛和显公老和尚给咱做证明，这本书弘林法师编的，用十几年时间收集真多资料，编作这本书，说明非一本是真的。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正知正见，无错误。啊，咱这几年来依照这本来修行，无错啊。啊，老和尚甲咱做见证。啊，就正宗来讲呢，老和尚来给咱表法，表法啦，证明三项代志。第一项代志，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这不是假。第二项代志，极乐世界确实有阿弥陀佛。底下的讲经教学，第三阿弥陀佛确确实实发四十八愿，接引变化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内面的六道众生，一生圆满成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你敢能做这个证啊？太难得了！咱看到老大人这个碟，看到影书籍，咱啊对正宗的信心十足啊！一丝毫的怀疑啊，都拢无了。啊，这个大时代，以这个经，以这本，以这注解修行。将来往生，拢嘛是会得到海贤老和尚表法的加持啊。啊，所以我劝大家啊，每天至少要看三遍。
啊，现在咱这边有同学改编做有声书，内面啊有未少同学修学的心得报告在其中，总共是九小时。啊，有时间、有闲的人，一天最好会看一遍，一遍就是九小时啊。啊，帮助你断疑生信，帮助你精进圆心，帮助你啊一生圆满成就。所以有天安好啊，为什么看到家己过去生生世世在六道受苦，现在有这个机会了，阁想要去创六道轮回无？错咯，赶紧去极乐世界做佛啦，随时会当回来即地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呀。那讲随时会当回来这个地球上，帮助地球上可能众生啊，伊当时会分心，伊会伫个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刹土现身说法，普度众生啊。啊，这是诸佛如来帮助阿弥陀佛介绍一切有缘众生往生净土终极的目标啊，慈悲到极处咯，帮助众生离究竟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啊，离究竟乐，究竟乐就是极乐世界啊。啊，咱现在学的这大段呢，啊，四十八愿，啊，完全说明极乐世界殊胜庄严。啊，这段经文。阿弥陀佛家己讲的，释迦牟尼佛跟咱转述，咱来感恩啊，要用心学习，要求往生，都得到了。民主该讲凡夫六眼只见将来，例如微墙是将，凡夫但见将来，不敌墙外之一切。天眼呢，能见将外，这个墙未当障碍伊。过通达无碍啊！这天眼有比过天灵之天眼，这就是讲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是到极乐世界这六种的神通拢具足啊。极乐世界啊，天灵的天眼呢，完成离行及诸天之天眼，超过太多太多了。啊，龙树菩萨讲了，离行中小行文不足以一千界为通径，这小行文难得啦。龙树菩萨讲的啊，
啊，小行文是什么？小行四果里面的初果啊，小行文啊，不足以就是啊，唔免去注意，随便看卖，也看偌大的范围咧，一千界为通径，看到一个小千世界。啊，这个小千世界有偌大？佛甲人讲啊，对最基础来讲，单位世界，这个单位世界，这个啊世界当中呢，有一个苏米山。苏米山的四周有真多，现在讲的星球为了太阳、月亮，为了在苏米山的当中，我初学佛的时阵，拢认为。我所讲的小世界是一个太阳系，真侪人都嘛安尼先讲，啊，我甲黄念老见面，头一摆就讲到这问题，三千大千世界。伊老大人甲我讲，伊是有科学的。啊，伊讲佛经上的单位世界是阮好气啊，讲会通。太阳系确确实实是伫阮好气边缘当中，啊，伫当中伫遮咧围绕。一个银河系呢，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叫做一个小千世界。透过许多元的天眼，会看到一个小千世界，就是讲伊无作业时阵随便看，会看到一个小千世界，这大个范围。啊，那足义呢？足义是看到两千国土。啊，那足义呢？三千大千世界，也去看到两个大千世界。啊，这两个是，这不是讲两个，一千个文会不是，一千乘一千叫两千啊。一百万的银河系啊，会看到这大的范围啊！啊，大新闻，大新闻是阿罗汉啊，不足以咧，会看到两千；足以咧，会看到三千。三千大千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换一句话讲，这是尊佛的教区。伊拢总看会到，啊，言家修家不足以见两千，足以见三千。其代价，这都是讲大言家，大言家足以不足以该见三千大千世界事，诸佛菩萨见啊无量世界事。无同款啦！啊，那那修行、声闻、缘觉啊，都拢无容易啊，非常非常的困难。咱的大乘经上看到的，世尊甲咱讲，人修行初果，修行闻啊，
天上人间，即处往返，正阿罗汉故。天上寿命长啊，人间寿命短啊，即处往来的时间不得了了。啊，所以常常用无量劫来形容。啊，时间太长了，也咱放弃为万世千法门，专修净土，专念弥陀，啊，这一生都才讲过三年都办够了。啊，我要寿命无碍了，三年都办够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咯。啊，这个法门，诸佛啦、啊、如来拢讲难信之法啦。啥人唔相信？小乘唔相信啦、啊，大乘菩萨嘛唔相信，哪有这万疑的代志呢？因无论是种大果、种小果，拢在真长、真长的时间，哪有这容易啊？啊，所以恭喜呀，难信之法啊，真相信无容易啊，我们是普通人啊，普通人未相信啊，都一寡人相信，凡是相信念往生的人，拢是记起心中无量劫来个净土有结发缘的。根太深了，这一生当中度到了，得到诸佛如来冥冥当中的加持，你会生起信心，生起愿心，不是讲无原因的啊！啊，这都是符合《弥陀经》上的一句话啊，不可以消善根福德啊，因缘。的先比过，啊，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拢嘛是过去世累积的，啊，无量劫累积的善根福德一面，伫这时阵成熟咯，有缘分度着了，度着就会相信。拄着着欢喜，拄着着真正法愿，可唔讲赶紧来去极乐世界。啊，往生极乐世界念头特别的强，这个人决定的性。啊，咱过来看下面。诸佛菩萨见无量世界书，哎呀，不是声闻缘觉会当比的啊！那只有比过天灵，这才讲到极乐世界啊！往生去到那边的天灵啊，咱那一般念佛往生去那边去的是天灵。那不问足矣不足矣，所见世界有众生生死流转，就是讲伫六道内底咧创轮回，及其因缘业行，凡超而行。那比声闻缘觉殊胜太罪太罪了，如宋业本第五观讲，一切皆得清净天眼，能见一千古迹。这个古迹是一百万啊，一千古迹，那有它，所以它还作中国是一，这一界啊。
初游色相，这两个呀，一个对比，就知影讲叫做世界太殊胜了。啊，金经呢？啊，年纪老技师会识别用动西，该领动西。秦风提来现在之书，这令见无量世界之书，可见极乐国林之通，是是佛菩萨心通呀，圆满的心通啊，生到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不是咱家己修成功呢，阿弥陀佛啊，赐予咱的啊，赐予咱有路用啊，啊，起作用呢，就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了。这番语渐大了，啊，这就是讲，为什么拄到这个世界？啊，拄到了后，会创清楚、创明白，那会讲未发心妄想的呢？有处观已有理说，也意思有两种的讲法，一家。如蒙西瓦啊，这两个意思拢嘛是日本正宗祖师所讲的。那日本人对无量寿经用的功夫比中国人较多，也有真相当的深度。解脱众生，伊啊不见有诸苦故，故不穷苦因。你无看到啊？啊，这个土甲众生讲是十方世界。啊，伊啊无天眼，伊看未到众生的苦故，所以啊，伊今仔日伫咧做苦因，做作罪业。伊无恐惧，伊拢唔惊，伊敢做啊！伊不见诸乐故，无看到极乐世界啊，所以啊，伊唔肯修往生的因，唔肯念佛啦。法藏明念初定众生啊，法藏是阿弥陀佛的真身。啊，对这人怜悯啊，专解诸愿业众生业，所以啊有积愿，四十八愿有积愿，天眼通观，有回说法，六眼灭乱。不见一字之规，咱的六眼有没下乱啦？一张纸就会甲障碍着，你看袂透过去啊！但也目前书中无处，只啊沿着你眼前所看到。你的思维呢，嘛是只有处念，不见地下洞窟，地下窟伊无看到。困修啊，困修无用，会当永命精进，
啊，无看到地甲苦啊，不见净土圣乐，心求念淡，就希望我往生的念头真正淡薄。有什么原因？你无看到？可能今仔有缘读到这部经呢？啊，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给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说明书啊。也过难得的念了用六年的时间收集了83部的经论，110部祖师大德的著述，用伊来注解啊这部经。啊，经甲注呢，拢是佛说的，拢是菩萨说的，唔是凡夫之见啦。让咱来相信，咱来感恩啦。又丁贤法师说：“哦吼，比在啊，不见地甲牛贵之可故，不见虎庙书中之受报啊！愿你心愿不下书袋啊！”这拢是什么？无亲身看到啊！才有这些烦恼习气现前啊。故蒙师有法，上求下化之要。这是讲佛弟子上求佛法，下化众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厌苦不迭之道。因为在天眼照视者有。真正呀，得到天眼了后，勇猛精进；得天眼了后，知影讲修行的重要，知影讲六道非处不可，未当啊无超越六道，未当无求生净土啊。下面记忆，这是的公关义务能算。第二的如地基公基义文，伊啊公家更加详细，如会所顶言头前所讲的啊，古节的原型有。灭恶新鲜，厌苦心经，让你这回净土。这个净土呢，都是指叫做世界，所得之业利益呀。今正欲净土所得者，还有净土、其土圣众，虽有天眼，一见两千世界，一见三千世界，不能普见，不可算，不可算，佛刹弥顶所佛国，还有净土、其土啊，菩萨。但虽得天眼，你不能顽固我眼，是以修行诸缘利益啊。第二段意思讲啊，比第一段更加深、更加透彻咯。啊，极乐世界敢是净土呢？金刚法界所说，凡所有相，皆是浮梦。
无讲叫世界拄我啊，所以咱对有真正情况爱了解，信心即不疑，即袂有怀疑啊。叫世界是心现的，无色变。啊，咱这世界是心现，佮加色变啦。啊，心现呢是净土，色变呢是秽土。啊，十方界已经庄严，对都未来呢？是对诸佛十部庄严土变现出来，像人变呢？阿赖耶变的呀，妄心变的呀，所以华严经常有跟人讲，咱这个世界为心所现，为色所变，色就是啊妄心啊，为心所现的化众世界啊，为色所变的十法界。依正庄严，而咱的十法界，在十法界最下面的六道，十法界六道是色变的，啥人的色加机啊？那都是佛定咧讲的心相生啊，咱心内面起心动念，想东想西，这个梦想拢会变啊。外面的境界是所变啦，啊，咱今仔地球上的人在想什么呢？所想的拢嘛是负面，啊，拢是偏狭的念头啊，无正知正见，无正念。那古早时阵社会为什么遐好呢？古人所想的，对细汉都有人教，教你也想，五伦、五常、四依、八德。啊，佛教呢，想三皈五戒的十善，这个啊，圣贤的教诲，圣德啊是相应。现在啊，所讲是正能量，地球上出现太平盛世，原因伫即地啊。啊，现在人所想的，我们无了，我想嘛无了，三皈十善嘛无了。啊，想的是自私自利，名闻利用，七情五欲，伊想这物件，想个太过分咯，所以呢，感召来的灾难，啊，全世界偏重在物质上的发展啊，啊，物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会毁灭地球，会毁灭文化，死路一条啊！现在已经到个饱和点了，啊，这代人啊，未当挽救都无救了。啊，所以地球是不是继续一个存在？人类是不是继续生存在这地球上，拢都要看啊，这代咯。
唐文碧博士讲得真好。伊也过念念不忘宗教，伊讲宗教绝对啊，唔通无的啊。这伊讲的话啊，宗教是心情的教育，现在有无无去了？啊，经典也过存在，有念的人，无讲的人咯。无依教奉行的人，有定是无啊？呀，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每一个宗教创始人，啊，详细去个研究去观察。嗰个拢嘛是伟大的即个社会教育家，拢总的带头钢筋教学啊！啊，地主因生团嘛是咧钢筋教学咧，传到现在无人讲咯。啊，为什么无人讲？伊无得着。经典的真实利益啊！啊，只读无讲的未用的啊！老师不用下一代接班人，都得真正发起啊！教你啊，每一天读上一本经，互你读。头前啊，我有讲过，那是啊，教学的方法啦、啊，啊，是用读经的方法，把你的杂念、梦想打掉，恢复你的清净平等觉，用伊啊，你即地。现在唔知啊，有清净平等觉咯。唔知影咯，你那是甲伊讲啊？伊讲哪有这款代志呢？啊，所以现在宗教啊，啊，定是无咯。有宗教形式，无宗教内容啊。中国宗教这两年的意思呢？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重的教化。现在都这个宗教会符合这个意思呢？啊，先看摩尼佛给人做示范，三十岁开悟，开悟了后就开始教学。七十九岁走的，刚进教学四十九年，无一天中断啦。甲咱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阿弥陀在极乐世界是创什么？今现在说法，讲偌久呢？极乐世界到现在已经十劫了。阿弥陀在极乐世界刚进教学。十劫拢无中断，人是解好的啊！好带头做好榜样，心行研究啊！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不是无原因来啊！人是改好的啊！我伫2006年有做一实验，证明果然就是安尼啊！
人性本善，人是假的好呀。我对这有信心。啊，更当潮州，黄河渡的江长，做了三年，非常成功。啊，伊比我伫汤池的这个实验。更加大实啦！也刚等一期，只有一礼拜，七天，但一个不好的查某囝变作好主啊！个歹人变作好人，个贪官变作廉洁，真正不可思议啊！啊，得到政府的信任。现在政府正式承认，底下挂牌是当地道德教育的基地。也是和社众继续不断的在主持教学。啊，这个成功。每一个省、每一个官、每一个乡镇，拢会做成功啊！大家也肯做，我相信啦。半年到一年，中国这个大地就变成太平盛世了。那伊的属性。肯定超级果然啊，超级动态中，超级文静，这是咱会当相信的。经典记载。是真理啊，无一句一理是胡妄的啊，是骗人的。啊，叫做世界是善心、善行、成就的，圆满的善心、善行。阿弥陀佛带头啊，希望世界有志一同。啊，咱刷落来看下面的这段，金正玉净土所得，用的是真心，言语呢是真语，净土圣众，虽有天眼，一见二千世界。一见三千世界，不能普见，可说不可说，诸佛啊，这个啊，佛刹弥顶所佛国，也有净土、极土菩萨虽得天眼，你不能顽固我眼，是以。书行出关利益啊，这是为什么阿弥陀佛发这愿？把原因讲出来了，故愿成就门，这个讲了，用眼清澈密不昏了，天眼通达无量无限。
定位的一天眼，即原的无眼。本经第三十篇中，这条后面，伊讲，彼佛刹中，一切菩萨修行无眼，是基于正呀，就证明了。金刚经上讲咯，如来我眼圆明，到极乐世界，每一个人拢修我眼圆明。那换句话讲，先到极乐世界，就得到佛的天眼、菩萨天眼都未当比呀。这种啊，殊胜的利益。要去倒位去找呢？然后升到极乐世界，超过一般修行人，一般是修八万四千法门的人，超过太多了。啊，一下呢，就给你提升到五眼圆明咯。这修行的五眼，是一零见丁所佛国，这是弥顶啊，弥顶无量无边啊。啊，这个、大宇宙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叫做世界菩萨因呢，就算你嘟嘟啊，这个往生呢，还行动基础，哈哈，变往生，嘛是得到啊，如来天眼。啊，咱阁讲者较清楚咧，你得到的都是弥陀的天眼，阿弥陀佛加持你的啊，为讲啊，加持你的天眼，甲伊相比就降一等，唔是安尼？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伊的天眼呢，你看到的见量，甲你也是拢同款呢。弥陀的恩德啊，弥陀的悲愿啊，弥陀的啊所行是咱的榜样，咱来向伊学习啊。咱永远对谁决定都爱去。极乐世界啊，在这个世间，一定都爱学，爱很好的想，专心专意奉献好，这个世间无缘众生啊。那为什么是无缘众生呢？因为相信。伊接受啊，专心专力来帮助伊啊，无言甲伊讲伊唔相信啊，伊未接受，伊听未入去啊，那就无办法啦。啊，所以大乘经上讲咯，佛不多。无缘之人，未当接受就无办法咯。啊，伫遮咱就看清楚咯。到极乐世界得到天眼呐，都是圆满呐，得到五眼咯。是人间定所佛国。应教众生
四处生彼，这一生离无上座佛师，是处观之性业也。性是殊性，亦是利益啊！啊，即观无比殊性利益。下面是念老甲咱解释个啊，家己以为要为处观之起，因为灭恶行善有厌苦行乐。祝上会极乐真正国人之实际利益，是啊，极乐国土天人能普见不可算不可算佛刹弥顶所国，请得天眼即灵顽固慧眼法眼福眼无本枯之六眼，五眼圆明是为五眼啊，是以人间定所佛国，并明教众生生死起来种种之相，有时可以救济群生离傲万物，处方是本源之殊胜利益。上至两说，有者七困弥陀本愿，弥陀本怀确实如是啊！这个也讲清楚，讲明白了啊！咱啊，真正从清楚啊，从明白了。信心嘛，都升起来了，怀疑放下了，这比什么较重要啊？决定是无怀疑了。那经常所讲的，咱转盘接受，不是局部，我完全接受啊。往生极乐世界的心都要恳切啦，要时时保持这个恳切的心愿，真想要来去极乐世界去。那亲像海贤老和尚晚年年纪大咯，真正想要早一点来去。啊，符合伊的使命，嘛是予伊正圆满的成君啦。啊，接搿只大时代的众生，结殊胜的法缘，啊，咱该串联起来啊。下联路回经，两路做主，啊，咱后面这人来流通，啊，老和尚最后给咱做总结，给咱做证，啊，咱相信啊。往昔也不敌的正宗里面结的这些缘呢，正的这些善根都是了后，这一生就成熟了呀，决定得生净土，生净土定有是成佛啦。为什么？也智慧心通道力跟阿弥陀佛上顶，有能力同时随处现无量无边的应化心，帮助变化界虚空界，即个讲
弥顶所诸佛世界苦难众生做接引啊。啊，做度化这些众生往生极乐，极乐世界有偌大呢？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是法性心，凡是公告法性无数量啊。啊，这地的无所谓这个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拢无，也无所谓的空间、四方、四围、上下拢无。啊，是这个不属于的境界啊！变化界、虚空界有偌大呢？叫做世界都有偌大。啊，这个世界啊，行拢嘛是不可思议，往生到达，你完全拢知影咯。啊，要安怎解释，拢也是有限的。所以希望咱啊，真心切愿，一句佛号，一直念落去呀。啊，心内只有佛号。如何和意外无梦想无执念，这才是叫做清净心啊，提升到平等心就开悟了，就是立心不乱了啊。今天时间到了，咱学习到这地。